ladies and gentlemen， 全新 Ferrari 台中展示中心正式开幕。Ferrari 在全世界成立到现在第70周年来，在台湾的中部呢设立这样的一个全新、全球最新规格 CI 的展示中心，来服务中部地区所有热爱 Ferrari 这些客人们。那这次呢，我们投资了将近3000万，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超过130平的这个展示中心呢，里面呢可以放5台 Ferrari。那原厂的这一个 VIP 的 lounge 啦，还有我们的这一个 Atelier 客户配置区呢，也希望借此机会来更深入来服务台中的客人，让他们在完成 Ferrari 这样的一个梦想的时候，更贴近于 Ferrari。Ferrari 全球标准的 CI 来讲，我们在整个展示中心设立一个全新的一个立柱，我想经过附近的朋友很容易就看到 Ferrari 代表这个赛车热情的红色呢，那进来之后呢可以感受到在整个配置中心里面的整个座椅啦，还有这些来自于超过100年的意大利知名品牌 Petronella Ford 这些皮革呢，还有包括方向盘铝圈，这个东西都是 Ferrari 的车主们在刻制他的梦想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同时呢，我们由 Casina 这样的一个顶级的家具的品牌所陈设出来的这个 VIP Lounge 呢，也希望带给客人们有如意大利南欧这样的一个热情跟充满的温馨的这一种家庭感受，来欢迎这些热爱 Ferrari 的朋友们。